资深师傅，一或是新手司机，来到信誉找车，我们都有专人跟进及培训，车主投资全程紧贴服务，信誉车行任何天气与你同行，电话9338393。司机唔该，龙凤街。咦，靓女又系你，就系龙凤街前面啫。哦，咁啱嘅，我攞匙噶。咦，司机你部的士有冇卡机咁得意嘅？嗱，啱啦，绝对系你呢啲赶时间又冇带 cash 嘅福利嚟。Wonder 卡机系我哋嘅升级版，支援18种支付方式。有咗佢以后，再唔需要上车前揿定钱先，拍一拍部卡机，乘客就落得车。到啦，小姐，用人哋俾车有优惠喎，你有冇？有。哇，有呢部卡机真系方便好多。Wonder Taxi， 一扫即付。哟，7月25号嘅去霸艇岛冰团啦，得我林九单拖一个咁啊！大家都知道而家啲生意难做吓，一有生意咧，咁啊 Patrick 咧就即刻为咗即系尊贵嘅客人啊，咁啊唯有啖即系赖低我一个啦，咁啊冇计啊，系嘛，生意要紧。咁好啦，啱啱咧就同大家就笑一笑啦吓，睇咗条片啦，咁就系应该系大陆嚟嘅吓，咁啊即系咁啱得咁巧。咁啊冇辦法啦，但我就即係有陣時真係睇咗呢條片咧，就可以教下大家咯。行過馬路咧，同埋橫過行人路之間咧，中間咁樣嘅雜巴咧，大家小心啲啊！幸好係咩咧？應該咧估佢咧嗰位男士啦，就大隻頂得住。咁咧第二咧就係咧嗰條巴冇斷，如果唔係咧人又傷嚇，跟住咧就仲要。又要跌錢，條巴斷咗要入佢數啦，好明顯係嘛？咁啊，希望所以大家都小心啲啦。咁啊，其實間唔中咧，我哋啲師兄咧就都出即係呢啲問題嘅。咁啊，都喺機場最多啦，大家都知道臨上浮台係嘛？有啲就唔知佢心急啊，定係啱啱瞓醒啦，烏噹噹咁樣未拍卡，咁啊前面嗰架走咗，佢就一夜懟埋去。咁啊，所以記住啦，真係啦，喺雜巴嗰度咧就唔好跟車太貼啊。平時都已經係噶啦，係嘛？咁啊好啦，嗱咁啊轉個話題啦，除咗咧我哋咧就即係每日嘅節目，我哋都會講自己嘅行頭啦。咁啊當然啦，我哋最大啊最討厭嘅 Uber 咧，我哋都會講啲衰嘢噶。嗱，記住我哋唔係淨係講啲衰嘢噶，應該每個星期咧我哋咧其實咧講我哋行頭嘅嘢咧不是之處咧就仲多過任何嘅。啊，咁我哋睇下啦。咁啊好啦，嗱睇下啦，咁啊就有我哋嘅朋友啦喺 WhatsApp 度 po 出嚟啦，咁系咩咧？就有乘客投诉，嗱就系喺呢啲地方只有咧系出声嘅，咁点解？因为佢咧即系冇话有啲乜嘢投诉嘅渠道啊，政府又冇监管，所以啲乘客咧搭啲白牌车咧啊，唯一咧可以咧出下声咧就系得呢啲噶，嗱非官方啊，佢就话呢啲咪 Uber 老鼠。屎咯，單就接咗大兜圈，停停兜兜都唔喐車上去接客，可能你覺得即係你嘅路程就遠咗啦，張單又唔係好多錢啦，而佢過15分鐘之後咧，就突然咧 cut 咗張單去，就算俾多少少錢咧，唔再搭的士，都係支持多啲後生仔同埋呢個個體户嘅 Uber， 而你咁樣做 Uber 唔好，要影響其他司機，呢啲真係垃圾，呢個 David Uber 係嘛？喂！喂，就係咁樣咯，係咪啊？就係咁樣咯。你估佢哋好多都係咁噶啦？你嗰支咩 order 啊？咁巴閉啊？係咪啊？嚇，咁咪抵你咯嚇，冇監管啊嘛，你咪再 call 過咯，係嘛？即係冇話你唔搭的士你嘅事啊嚇，呢啲咪抵你死咯。嗱，冇監管就係咁噶啦嚇，你估淨係呢啲啊？其實每日我哋都接到呢啲信息嘅嚇嚇，你哋自己就話啊咩俾多啲後生啊個體户啊咁樣啊，佢哋呢啲。話咳就咳，保險啊都成問題啦，傻仔嚇，係你照會搭嘅啫。
受氣又點啫？係好多的士司機真係衰嘅，認嘅衰嘅。但起碼我有安全有保障，我有得可以舉報嚇、投訴佢，懲罰呢個司機。但你而家懲罰到啲咩啫？係嘛？懲罰你自己啫嘛，咪再等咯，十五分鐘係嘛？隨手自駕的士都有啦，你話繼續堅持落去咯，遲啲你冇得搭噶啦嚇，傻仔嚟嘅。咁啊好啦，嗱，有陣時咧，我哋咧睇有好多即係交通意外咧，有啲人咧。就亂咁過馬路，我哋就話：唉，撞死佢啊！真係啊，呢啲啊，唉，好彩咋乜乜乜乜啦！如果唔係撞死佢啊嘛，但係咧啊，呢單嘢咧就喺網上邊咧，好多個評語咧就話咧錯有錯著，呢、這個司機咧係咪應該即刻揾翻呢個路人嚟多謝佢同埋去還神咧？咁我哋睇以下片段先啊！屌你个老母閪啊！好嘅，好啦，今日睇到啦一个即系湿滑嘅马路，一个就粗心大意同埋好赶时间嘅路人。咁但系咧啊，就咁啱得咁巧。咁咧就佢收一收慢咧，真係嗰度講緊半秒。我哋睇啲相啦，佢成份頭就咁樣啦。如果有啲朋友就話啊，如果佢快啲，可能真係唔係個頭咯，因為可能快半秒，可能佢個即係個車個中間咁啊，兜攔腰撞，吸埋四，分分鐘呢個司機真係條命仔凍過水喎。我覺得係有少少機會嘅，佢真係收慢咗嘛。嗱，如果真係快半秒咧，真係中啊！而且嗰架衝燈嗰架。嗰七人車咧，應該係貨咩？係 high 嚟㗎嘛？速度真係唔慢㗎，係嘛？嚇！所以咧就呢次咧就啱啱同死神擦過，而呢個朋友咧就唔知佢路人就唔知見唔見到啦嚇。咁啊，最後就其實冇懸念啦，曬片喺度，只不過就幸好就冇話有傷亡啊，嚴重交通意外。咁啊，都係嗰句啦。近期咧就睇到好多。就逆線啦、衝燈啦嘅片段嘅，我諗咁多位師兄啦，每日喺馬路都見到呢啲嘅，咁希望有時衝燈啦。我覺得就我哋唔係成日都講影住架，唔係攞嚟整蠱人同埋整蠱阿 Sir， 係攞嚟話俾佢知你架駕駛態度係真係有問題嘅，高唔高嗱？咁啊，大家隨便啦，追唔追究？但起碼會話俾你知，你咁樣而家係周圍都有人影到你嘅，係嘛？就會投訴，好似頭先咁樣啦。你一衝燈就造成呢個嚴重嘅交通意外啊，係嘛？哇！大家有冇見到咁多台灣美食咧？係啊！咁啊，小文，我哋應該去邊度咧？個地址咧就喺葵芳榮芳路嘅恆景商場 G 樓，好易揾嘅啫，就地下。係啦，咁啊唔使特登搭飛機去台灣啊嘛，就有地道嘅美食啊，係嘛？好食啊！記住啊，咁多位師兄咧，就拎住的士司機證，咁就八五折嘅優惠，十一至九啊嚇！記住呢、這個八五折嘅優惠，十一至九係佢嘅營業時間。業界近四分一世紀的創紀車行，處事公正，車隊管理優良，凡事責任先行，盡心培訓新手司機。如果你都想加入的士業界，創紀車行是你不二之選，我林九誠意推介。創紀大家庭隨時歡迎你。司機唔該去，你咪係招職哥，你唔係去爭坐管咩？做咩揸的士嘅？诶，揸的士时间有弹性，又揾到，又唔使惊俾人拉，又唔使打打杀杀。嗱，揸住呢张卡片，呢间嘢咧一条龙搞掂晒噶啦。如果仲想知多啲，可以打24488805揾香港专业车行了解一下，亦都可以上呢个网址，咁啊睇得一清二楚啦。
揸的士都可以好招積嘅。咁啊，好啦，嗱，近期咧，大家都可能喺街度開始多咗呢個電動的士。咁啊，啱啱星期二啦，我哋都即係試駕啦，係嘛，都係電動的士。咁但係其實大家都知道啊，電動的士係即係雨後春筍啊，雨後春筍咁樣嚟到香港。我成日都話好啊，我哋嚟緊都不停咁會試車㗎，其實。你問我，我話好噶，好噶，即係我即係錢我喺我銀包度，我買唔買我嗰陣時啊，我慢慢揀啦，係咪先？咁啊，比亞迪咧就即係十幾年嘅啦，嚟咗第一代嘅 E6。咁啊，早兩三年前啦，兩年幾前啦，我哋都試新一代 E6 啦。咁啊，即係已經係大翻身，係唔同曬嘅啦嚇。咁樣無論技術上啦，其實電動車咧喺所有喺裏邊嘅配件嘅研發咧，已經係即係超前一大嘅啦。一大步㗎啦，即係以段月計咁樣啊，係咪好多新車？咁啊甚至乎啲國產車咧，其實咧嘅水準咧已經去到國際水準㗎啦。咁啊，你都知道啦，大家而家歐盟啦，同埋咧美國嚟緊啦，又話要即係徵佢哋嘅關税多啲，因為佢哋競爭能力強，要保護翻佢哋本土嘅車廠咁樣。咁但係好啦，有呢個牌子有呢個牌子，大家都多到唔記得咁樣。咁但係嚟到嘅車咁多。車要點行啫？要能源就係、是、電啦，係嘛？嗱，咁啊，電最緊要就係電。咁但係咧，政府咧就似乎咧，佢仲未話察覺到呢樣嘢至係最重要嘅。你幾多車幾靚，你冇電都嘥氣啊，係嘛？咁好啦，我哋睇下嘅另一個報導先啊。咁啊，政府咧而斥呢個1.3億嘅資助的士換電動車，業界就好唔滿意。佢話超額咧就需要抽籤。啊，好似買大細咁樣，咁啊，甚至乎咧就炮軍咧話超額抽籤啊，荒謬喎，咁樣要抽籤，咁就好啦。政府目標咧，2027年或之前咧要有3000架呢個電動車咧投入服務。嗱，我記得咧點解點樣嚟嘅咧？2027年我冇記錯咧，就應該係2年前啦，行政長官啦咁啊喺佢嘅施政報告宣布咗啦，就話佢嘅目標嚟嘅。咁但係而家佢嚟咗3年，咁據我所知咧，現時咧嘅市面上嘅的士咧，電動的士咧都係30架有冇啊？我都唔知啊嚇，我相信都差唔多啊嘛。但係咧，如果而家以30架嚟講，即係3年咧要去100倍喎，要100倍喎，咁啊究竟得唔得咧？咁話你嘅冇話唔得㗎。車啫嘛，係咪先？咁大架車行噶嘛，正如頭先所講，係嘛？咁啊，環境及生態局咧初步咧擬定呢個資助業界換車方案，透過咧新能源運輸基金咧，將電動的士由試驗申請改為應用申請啊，預留1.3億嘅資助，2500架的士需換電動車嘅。咁啊，每架車嘅資助額咧介乎3萬至6萬，視乎的士嘅座位數目而定。2年內咧賣車咧就要歸還，即係回水。嚇，咁就好正常噶，我覺得依樣嘢嚇。初步計劃咧，就今年12月接受申請。如果超額咧，就會咧抽籤分配啊。不過咧，電動的士咧充電設施咧係不足嘅，其實唔係不足，叫嚴重不足。你問我就係削減換車意欲。咁啊，大家都知道噶啦，你即係你其實電動車真係唔係貴嘅，講真句。咁啊，就頭先所講啦，插電咧。消息就話咧，政府預計喺2026年咧，可能有超過咧3000輛嘅電動的士投入服務，可能啊。原本計劃原址附近咧重置嘅觀塘偉樂街專用石油氣站咧，考慮咧直接改成快速充電站啊。同時正式物色咁嘅東涌、昂坪、梅窩、西貢、調景咧，即係政府用地啊，合共有12個咧充電氣站嘅專用嘅的士啊。咁啊，有的士業界就話啦，超額申請需要呢個抽籤咧，就好荒謬嘅，好似買大細咁。如果政府係鼓勵人哋換車，根本就唔應該抽籤啦，應該俾足我哋啦咁樣。咁啊，建議咧舊車可以優先換嘅。業界又認為咧，以上的士座位嘅數目咧分去區分呢個資助咧好有問題。部分車咧就貴到35萬一架，唔同嘅牌子咧相差咧可能有機會好大嘅。你知啦，國內嘅好平，6座位20萬左右，你有資助6萬啦咁樣。咁啊，希望咧攞中位數5萬咧就劃一咁樣樣樣。嗱，你問我就劃一都可能好啲嘅，係啊。咁啊，6座位就20萬。咁啊，5座位咁啊，如果6座位20萬都 OK 喎，因為而家話30幾萬都 OK 嘅其實。咁啊，但係都係啦，你話要抽籤嘅，大家就覺得幾冇癮嘅嚇。
又係咪一次過咧？會唔會反應好又加碼咧？咁樣，所以我覺得咧，其實1.31咧對庫房嚟講咧，應該唔係構成好大壓力嘅。咁希望可以全數啦，係嘛？咁同埋咧，亦都講得好啱嘅，希望就睇年份嘅舊車啦。譬如一啲舊五仔嘅，真係整無可整嘅，整到整唔到嘅咁樣，係咪應該優先俾佢咧？嚇，咁啊，依、這個新能源運輸基金咧，其實咧較早之前咧，我哋都講過嘅，當時原來咧叫試驗申請，咁咧就係點樣咧？就是、一半嘅。嗰陣時一定咗一半嘅，但係咧，如果一年內之內咧，你要幫政府做啲數據啦，同埋咧一年後咧，政府只可以俾嗰啲資助俾你嘅。咁但係其實令到咧啲車主咧都好猶豫啊，佢哋唔係唔想，亦都想好想為業界同埋環保出分力。咁但係咧，硬係好似有啲嘢咧唔暢順嘅，唔知點解有呢樣又嗰樣，好似今日咁樣，突然間又改啦，又話試驗申請改為應用申請。咁其實政府點解你唔大方少少？喂，再加碼，不如齊頭3亿。我想就可以解決很多問題啦，起碼舊車那扎一定可以拿到優先先啦，係咪啊？而家換咗車啦，但係亦都講啦，頭先我哋一開波就講啦，插電嗰度點搞啊？而家咧原來咧就喺茶果嶺嗰度改呢個快速充插電站，咁啊其他仲有幾個，咁如果有12个的話咧，咁就我覺得就應該幫助到都幾大。啊、如果有隻的話、啊、但是呢就問題又嚟啦，就係話咧，如果係茶果嶺嘅氣站改為快速插電站，咁對我哋入開石油氣嗰啲係點咧嚇？咁 可能咧已經有啲喺度呱呱嘈噶啦嚇，點算啊？第日冇得入氣啊，嗰、那個大站嚟嘅。咁好啦，喺佢哋呱呱嘈啦，咁究竟會唔會令到大家就好唔方便咧嚇？咁呢啲咧暫時咧嗱有報道就話咁樣。希望呢就政府就再想，因為呢你是不可以再想的，因為你還有多少年了，還有3年時間而已，是吧？行政長官立個目標在那裡，如果不是他就即是、啊、好幾無人，是吧？也都令到大家呢就即是車主，而其實我經常都想跟很多朋友問我，哇，那個換個價七仔換嗰架俾阿迪點啊乜乜乜乜啊咁，但係即係你佢因為佢知我試車，我就話 OK 架質素其實真係唔錯嘅咁樣。咁但係佢哋都係嗰句啦，唉死啦！我換咗之後，一陣間要去叉電，又要問下司機究竟啲司機肯唔肯揸，唉點算點算咁樣。咁其實咧令到咧佢哋咧，所以咧就嗱人係好自私嘅。我換架小老母，我唔有租，我換架電車。而家咧嗱依個係講事實嘅，有啲司機而家。租一架電車翻嚟係成架攞，係俾100蚊任差，但係必須要簽3个月，車行嗰度亦都要需要你簽3个月，喺3个月內你必須啊攬曬呢架車。咁好啦，咁啊有啲司機就好似接受到，可能佢屋企附近有插電站啦、快插啦咁樣，但係有啲咧已經開始咧，唉點捱咧嚇？去猶豫灣村嗰度插啊，瞓咗個幾鐘，點知咧就差得8度咁多。一個鐘頭8度咁啊死啊！唉，8% 電嚇，得8% 電個幾鐘頭咁點算咧？係咪啊？嚇咁啊！希望咧啲快速插電站咧可以啊盡快投入市場啦，係嘛？咁啊，插電啦要等佢啦，咁啊但係咧電池咧咁啊都係要嘅，係嘛？嚇寬巴電池啦，咁啊而家咧嘅貨咧就尚算充足嘅。係嘛，尚算充足嘅。咁啊，大家咧，如果可以咧，就去到咧新蒲崗五方街進豪車房啦、元朗大坑同埋呢個深水埗嘅成達交輪咧，都可以咧有飛跑電池啦。咁啊，24小時農業衞生中心咧都有嘅嚇。咁啊，但夜晚咧，大家如果咧就唔使騰雞嘅，冇電池啊，咁可以去到換噶嚇。咁啊，記住保用咧就2年有埋即換啊，有壞即換啊嚇。咁啊，3年咧就冇乜問題，4年咧都應該咧大致上咧可以用到啊。咁一嚿電池。在這節目跟大家說竟然可以用了4年，那你在哪裡找到呢，是吧？那麼勇哥呢個朋友呢都好評的、啊、那麼記住亦都有朋友呢好老實說，他真的試過有些有問題呢，我們立刻換給他的、啊、大家就不用等的、啊、立刻換給你的。那麼好啦，那麼子晨啦，那麼子晨呢就拎著呢司機證啦，那麼有85折的優惠啊。那麼尤其是我呢，我經常都是那隻的啦，奶茶或者鹽酥雞，或者呢個咧夏天特飲咧，咁啊輕輕強強食個下午茶，或者晏晝咧，子晨就啱曬你啊嚇！咁啊，但係你話唔係喎，要食晚餐，我一大班 friend 全部麻甩佬嚟嘅，咁點啊？哇！咁啊，樂記一定幫到你啦，係嘛？
咁啊煲仔飯有粉面嘅，梗一樣實啱嘅嚇。咁、而且咧，但係冷氣充足啊。我去過幾次都覺得係冷氣充足嘅。咁而家咧最忌啦，夏天啦，去啲食肆啦，冷氣掹掹地啦，係嘛？你要食煲仔飯啊嘛，係嘛？咁啊，你可以話冬天食係嘅，咁但係我唔理嘅，我一年四季咧就打邊爐嘅煲仔飯嘅。如果大家聲啊或者觀眾咧同我有個嗜好咧，咁啊唔使驚啦，去到冷氣落記食咧就舒舒服服嘅。咁啊，嗱煲仔飯咧我真係唔建議咧外賣嘅，點都係即場食咧就好啲嘅。咁啊～冰沙腩嚇，咁啊冰沙腩咧，我係覺得佢冇得輸嘅，記得要點辣椒油。就算你唔係好食得辣嘅，點少少辣椒油咧，就即刻咧就哇，即刻升曬呢啊，係嘛？咁啊好啦，今日節目差唔多，咁啊聽日再見，拜拜。乘客預授權支付，乘客以預授權方式提早付款，乘客喺行程中預先掃描咪錶上嘅二維碼，可進行預授權支付。到步可以即时离开，在司机按停前都可以进行这个预授权操作。以下操作是由乘客完成：扫描贴纸上的二维码，填写电话，收取验证码，填写付款资料。授权后咪标即转为绿色，如车资不超过500港元，乘客可随时落车。的士咪标界面意思，绿色为已收款，乘客可随时落车；橙色为部分收款，乘客需再付差额；红色为未收款，乘客需重新付款。乘客到步时使用 Wonder 付款。以下操作是由乘客完成：扫描贴纸上的二维码，查看车资及选择付款方式。的士咪标界面意思，绿色为已收款，乘客可随时落车；橙色为部分收款，乘客需再付差额；红色为未收款，乘客需重新付款。就在前面停低。我揸 Uber 啫，就系揸 Uber， 全世界都冇事，香港咧出事。红星车行一如以往，的士牌照买卖专业可靠，顾客嚟到红星投资的士牌照，有交易、保险、按揭及租务托管都是一条龙服务，全程紧贴进度。无论你是精明投资，亦或司机荣升车主，红星帮你彻底办妥，咁就安枕无忧，每月丰收啦。睇完呢个咁好睇嘅节目，系咪好想继续无限 loop 咧？如果系嘅话，即刻 click 嚟呢度，又或者去我哋嘅 Facebook 专页俾个 like 同埋 share， 同我哋一齐倾偈啦 ！Yo！